啊，经常逛明日方舟脚臭巴的都知道啊，上好的食材那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正所谓啊，煎炸炒煮焖，腿胸咽口足，酸甜苦辣咸，腹腰劲胯骨啊，这美少女浑身是宝，那所以彩礼贵点啊也是理所应当啊。但是这却是啊很奇怪的一点，其他的吃屁你尚可理解啊，但是人千百年来为何对啊嘴情有独钟啊？有孟子的食色性也，也有所谓的酒池肉林啊，都可见啊，食欲和心语啊，自古便是相提并论、密不可分的。毕竟情侣这叫什么亲亲，或者舌头跟拖地机的螺旋桨一样啊，全方面无死角的清洗。考虑到唾液是没味的，汗液是齁咸的，还有胖臭的，那为啥大伙都乐干这个呀？别说什么美少女的都是甜甜的了，那甜了那是糖尿病胰岛素出问题了啊。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嘴和舌头上承载着大量的感觉细胞。那这玩意儿那就是生死攸关的东西，甜的东西有糖分啊，所以你尝到甜的了会分泌多巴胺给你正反馈，你才会嗷嗷吃着甜的东西啊，要不然人勾巴早就饿死了。因此舌头的感觉细胞多也是情理之中啊，这哪是舌头啊，这就是大点的雄蕊呀、啊、更何况人类对于这色色的东西向来是异常的执着，而这仿佛被邪恶魅魔刻了银纹打了敏感药剂一样的部位，那就是、啊、多巴胺内啡肽肾上腺激素的阀门啊。啊，我懂了，只要我哭哭吃东西，那得到的正反馈就约等于我和美少女思考生命大和谐。我是肥宅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女生喜欢我，而是因为我在吃东西成为肥宅的路上就已经收获了不亚于恋爱的快乐呀。情侣之间爱意分泌的苯乙胺往往只有啊两三年的活跃期，而过了这两三年就会有抗性啊，也就是所谓的热恋期到头了。但是我们肥宅吃薯片和可乐没这两三年这一说呀，我能他妈吃一辈子赢麻了。而这也说明了、啊、国服最色色的卡组是什么，也就是今天要讲的军冠啊。毕竟食也色也，这看着好吃也就是好烧。国服寿司宅急送，因为这卡组带的有大逮捕啊，抓过来的怪兽那就能叠，你真不好说这寿司、啊、到底是啥馅的啊。抓了某某甜点那是布丁馅的，抓了花龙啊那是鲜花或者胡萝卜馅的，抓月光啊那是兔肉虎肉鹌鹑肉，抓机甲啊那是重金属超标，抓英雄啊人肉叉烧包啊。迷宫饭最近联动了方舟，但是我们国服有自己的迷宫饭，属于是舌尖上的国服了啊。某方面来讲这构筑还挺有故事性的啊，思考今天吃啥外卖啊，那就是苦涩的抉择啊。中餐也有寿司，所以卡组里带粽子，下水道堵塞，寿司里有蟑螂呵呵啊，你都吃外卖了还在乎这个吗啊。最后卫生检查不过关，关门大吉大逮捕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其实军冠这个词也是挺有意思的，军冠的军啊自然是指的军舰，而冠则是啊寿司的量词，哎、啊，也就是所谓的一冠寿司，合起来的意思也就是、啊、一冠军舰啊。懂了，那天天摸的牌可以简写成啊牌坨啊，那我的人生啊就是人剖啊，拍抽的一坨，人活成一剖啊，回家躺床上看着短视频，嘿嘿笑两声，每天的变化，哎，也就刷的视频不一样啊。这种起名方式与设定啊还是挺有趣的，而作为国服首选的第一颗 T 一级别卡组，这玩意儿也是做到了实惠便宜又好吃。唯一的问题就是抽取的时候不能用美团的5块钱膨胀优惠券、为啥不能通用啊？我天天点集幻社还不小心点到美团了呢。但是用大米当超量素材了还能再来一瓶啊！抽一摸红坑又是一组坑，我懂了，原本以为这是接替的盛夜，这摸红坑的特性这是五少女的精神传承啊！毕竟抽卡和重坑这两项你不能说是天作之合，那也能说是狼狈为奸，堪比小鲜肉和脑残粉，原批和魔证人，互联网杠精和小红书仙女，这可太匹配了，太合适了。可能有人说了，你这卡组的月之数大逮捕也不算低氪呀，氪金决定上限，本家决定下限啊。你抽了月之数大逮捕，啥卡组的上限都被提高了啊，强是肯定强的，区别在于你用的时尚小垃圾不一样啊，属于是一套啊能从小用到大的 T1 卡组。其实军冠作为小包的强力卡组、兼容多种强力 R5 R4 啊，启动点多且轴短，兼容大量重坑又有、强力抽卡效果，能够绿抽抽重坑啊，多次攻击斩杀能力强，二速擦卡强力打断，这就是国服的奎桑提呀、原本以为这卡组出来是翻菜谱的，这关出来是翻户口本的，全杀喽啊！就这寿司的馅不一样，还能有不同的效果。点个1.5块的米饭主食了，那就是抽卡啊！点个奢侈点的海胆鱼子了，那要么连打，要么直接攻击，亮出来都不是怪兽等级，这是啥捕获等级？这就是美食猎人呀！斩杀跟闹着
着玩似的，我这寻思我输啊，这不天杯龙吗？啊，属于是价格实惠，实力强悍，不说性价比与表现的胜利啊不分伯仲，那也能说是啊性价比极高的环境体验，非常适合新手过渡、老人打 KC 呵呵啊。所以啥时候能让虫妹剩下的东西给补了呀？啊，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喜欢请务必啊三连关注一下，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鼓励。我是亲狗，我们下期再见。